来，新年快乐！傻傻的，这样我们下午就不用洗了。你现在几个月？不到一个月，好不好？哎，你的红包嘞？洗澡啊！你的红包嘞？在妈妈那边。我们在讲热水，没有，还是要用这个。你可以录了。可以，赶快去给他洗澡。我也在录了。你先录啊，你录那边。现在哦。妈妈给你了。哎，才几点呢？四点可以了。好可爱哦。可爱，可爱。好像李仁凯。好臭，你真的很臭。妈妈给你。太臭。哪里味道很香？因为它会吐奶，我还比较小了。每天不都在实习？过气了，我的头哈。他想睡觉，你们。他想吃，好不好？当然不能给他睡啊！你不要给我睡。嗯啊，你五点他还是要睡呀、啊。不行，你看、啊、他讲话。哎，他很胖哦。他超胖的啊。哎呀，你不要摸他的头了，他不舒服你。他想特写，我给你特写。眼睛，耳朵。你试试这碗吗？对啊，啊，啊，干了呢，哈哈，会有流口水。